不有意思了，只用绿色桌子上的物资吃鸡。这是一个隐秘地点，一般人都不知道。怎么样，落地就三鸡包，佩服吧？别急，厉害的还在后面。我的天哪，瞧瞧，福大来了。虽然经常有人拿他和 M4 比，但基本比不过。然而没有枪多的时候，我不选 M4 就选他。如此一来，就没了偌大的山国，怕是没人能拦得住我呀。昨晚这里我还有个秘密基地，绿桌子一排一排的，看到的人就有福了。瞧，就是这儿。不对，什么人？太巧了吧，在这儿都能遇到人，我根本就没想到。说吧，还有队友吧？正在赶来吧？想找我报仇对吧？哇塞，酒吧看，一点都不犹豫，大炮又没配件，也不稳，为啥不换？竟然又是一把，不然拿两把酒吧看？我还没疯呢。虽然酒吧 K 是神器，但我还是换回大炮吧，没办法，就很任性。没人了，还有是一段。啥意思？无视我了？太嚣张了吧。哼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，两个人质在手，你救不救啊？哎，爬着呢，想让他救呀？去吧去吧，带我去找他。原来藏在树后面，既然如此，吃我一瓢。没反应，瞧我的，刚救起来又倒了。哼，你露馅了。 OK， 搞定，我猜的没错，这就是来找我报仇的。可惜把自己搭进去了，真悲哀呀。抓着紧，没时间了，我还有个秘密基地，子弹越多越好，担心不够用。哇哦，抓紧，我找到谁了？果断带走，否则那么多7.62子弹岂不浪费？发了发了，背包装不下了。哎呀，不来了，抓抓紧吧。也没晃，这都不厉害。哇塞 ，M4， 就像之前说的，没枪托我就不换四嘎。还有 M24， 98K 都扔了，有啥心疼的？这也太心疼了吧，2把狙击枪啊，为了任务被迫放弃。听，好激烈的枪声，我来了，正义使者，收割着你。就这，不对，是另有其人。出来吧，我等你。你过来啊！出来吧，我等你等的花都谢了。什么鬼？耽误当事人大量宝贵的时间。你瞧瞧，就剩八个人了。耶，谁在那？万万想不到，惊喜就在外面，我却视而不见。看情况，人不少呀。发了发了。导致枪有点抖，所以万一等一下没打死人，也不是我的锅，是配件的原因。哎呀，不好了，哪来的子弹？还是上面，贼心不死，看来有必要把你们一网打尽。退后。会被毒死吧？放心，还有饮料。哎，不对呀，出大事了！什么鬼？饮料竟然没喝上！本年度最令人郁闷的死法诞生了，恭喜本大人获此殊荣。